Watson 市 College and Q10 Family 入面的這四位成員呢都添加了輔酶 Q10， 那其實有什麼用的呢？它就是可以做到抗衰老的效果啦，可以提升皮膚的彈性和質感啦，也都可以滋養的。那究竟四位成員入面有些什麼呢？首先就是這支去角質啫喱啦，去角質啫喱就可以去走面上老化的角質層，令到皮膚更加光滑，亦都令到之後你搽的護膚品或者敷的 mask 更加吸收。它的用法就很簡單，首先你就泵它出來啦，然後你就輕輕將它在面上按摩啦。按摩的時候需要少少時間的，慢慢你就會發現咧，面上面好似有啲擦膠粒咁樣嘅嘢捲咗出嚟啦，咁佢就會黐走曬嗰啲老化角質同埋啲污糟嘢，咁只要輕輕過水咧，皮膚咧就會變得好光亮咧，同埋係冇曬咧面上面嗰啲負擔噶啦。咁跟住要介紹嘅咧就係呢支 Total Solution 啦。嗱，皮膚有好多問題嘅，例如膚色不均啦，或者係暗瓦啊、鬆弛啊、毛孔粗大啊等等啦。咁但係呢支咧就可以一次過解決好多問題啦。咁佢嘅主要成分咧就有維他命 B3 同埋銀耳提取物。睇下佢擠出嚟嘅質地啦，咁佢咧都係屬於 cream 狀嘅，咁全面咧都可以搽得嘅，咁好簡單咧就可以一次過幫你解決好多肌膚問題啦。呢支咧就是非常之方便嘅，咁除咗搽整塊面嘅 product 之外咧，亦都有 eye cream， 咁 eye cream 咧對我嚟講就好重要噶，因為對眼咧成日都會用到，咁咧又好容易會出細紋啊、黑眼圈啊、眼袋啊等等，咁咧佢裡面咧就有透明質酸可以幫助保濕啦，咁所以咧一啲嘅乾紋啊都可以解決到。另外咧就係佢裡面咧亦都有呢個乳木果油，咁亦都係可以幫助咧做到滋養嘅效果啦。咁好多人搽 eye cream 嘅時候咧，都會咧係一次過咧搽好多喺個眼頭度啦，咁其實就唔啱嘅喎。我哋應該咧由眼尾開始點上嚟，咁咧就避免咧太多嘅 eye cream 咧積聚咗喺眼頭，會生油脂粒嘅。咁我哋將個 eye cream 咧差唔多點到冇嘅時候先點到喺眼頭，跟住咧再順住紋理輕輕按摩，咁就可以咧做到提升嘅效果噶啦。咁除咗塊面有好多護膚品可以搽之外咧，對手都唔可以忽視嘅喎，因為對手咧如果很多乾紋啊、很多皺紋咁樣咧，其實望落去咧都唔係咁好睇嘅。所以咧，我經常咧都會用到 collagen 系列嘅呢一支 hand cream， 佢裡面咧就有乳木果油，咁所以咧可以做到非常之滋潤嘅效果啦。咁好簡單，其實只需要咧擠少少出嚟搽勻對手就得噶啦。咁我建議大家咧，好多時咧喺屋企啊，沖完涼之後或者臨瞓前，其實咧都會醒唔起搽 hand cream 嘅。其實呢啲時候咧，先至最需要咧幫對手咧做一啲滋潤嘅功夫啊。如果唔係咧，到你出街咧唔方便補 hand cream 嘅時候咧，對手望落去就會好乾噶啦。